也在山梨县的代表有去打春季甲子园，结果第八名。这个球三垒手 nice play， 陈瑞正五星级的守备美技飞扑出去，直接把这个强袭飞球接杀出局 ，nice play。陈瑞正的 nice play 结束了四局的上半，统一狮队的进攻没有攻下，分数5-9，还是四分落后。扑出去，把卡斯提打过来的强袭球直接给接杀出局。哇，嚯，这真的是五星级的，弹出去了哦。